你有多久没有见到八九十年代的国营商店了？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看。今天我要带大伙去逛逛咱们西安北郊一个超级特别的地儿——徐家湾百货大楼。这可是咱西安北郊仅存的国营百货大楼啊！看看这大楼啊，那可是装着无数西安北郊人的回忆啊！以前呢，它就跟个超级大宝藏似的，啥玩意儿都有，大到家用电器，小到一些针线纽扣。每次进去呢，像是掉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。看，这不是还筹建了有美加净、玉美净、百雀羚、友谊之类的国货呢。现在看呐，虽说它没有那些大商场的豪华时尚，但它可真是承载了咱们最纯真的记忆呀。以前呢，大家都爱往这里窜，在这里面逛啊逛的，挑啊挑的，那热闹劲儿啊，简直就跟赶大集似的。那时候为了买到一些心仪的小玩意儿，真的是能在这国营商场里面逛上一整天呢。一走进这里啊，哇，那满满的都是情怀。拿走了啊。嗯，这些中式点心啊，价格基本就是外面糕点房的一半，新鲜的很呐，料给的也足，确实是蛮好吃的。好，吃一块一。看，我在这些糖果里面又发现了个啥？咱俩一人一半吧。这是我最爱吃的一家过桥米线。